这里是乔治妈妈还有爸爸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，我们又去吃早餐啦。我们今天去吃肠粉，这家肠粉呢是加鸡蛋还有蔬菜一起蒸出来的，和平时我们吃到的那些肠粉啊、猪肠粉啊有点不一样。走啦，我们去吃啦。店比较隐蔽，它在蒲总的法都14里新村里面，然后是在小路上的，这里有一个酿豆腐，这边开进去的小路会比较难找，要开到里面，看到吗？那边有车停着的，这种这样的开进去，前面那个白色的招牌就是啦。我们到啦，Restaurant King， 走吧，我们进去啦。这里打包还是在这里吃啊？我已经看到他 menu 了。再去拍一下他。嗯，下车啦。就是这件，看他的肠粉有 A 到 M 那么多种选择，最贵的7块，最便宜的3块半。我们点完了，我们点了一个这个 B 的虾肉碎蛋肠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炸葱虾米，因为我老公喜欢吃炸葱，然后我点了一个 F 的肉碎蛋跟菜，它是全部放在一起蒸的。我这是在这里做的，看一下它怎么做的。全部放进去蒸，然后这样，这个叫什么瓜子炸葱，这个是蒸的。漂亮，这样就是一个，看看它做新的是什么的。它就放在门口，我们会员可以看到它是怎么做出来的，真是可爱。讲他最喜欢的肠粉是在大雄宝那家茶室里的，是太早上了，中午就没有了。他就做几个小时，对啊，老头老太做，不知道这家有没有比那家好吃。试一下喽，这一家专门做肠粉。嗯，对啊，他只有肠粉。这个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广州的那个叫的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广东的那种。这是他的辣椒酱，这个是虾米辣椒，这个是辣椒酱，什么？正宗甘文阁蒜椒酱，大蒜的味道，等一下试一下。我们的来啦，这个就是那个 B 的，有哪一些我看一下，虾肉碎蛋跟菜，它的 special 看起来好像不错，很透明，就看到里面。刚刚我看着他做这个，我是第一次吃里面有蛋的，到现在为止。我也是，我还没吃过里面有蛋的，你试试看。你要放辣椒酱吗？找试试看，还有汤匙吗？有啊，给我个汤匙，我试一下看。好吃是好吃，吃不饱，所以我们点了3个。吃完回去睡觉。现在早上7点多，7点就开了，当做早餐。原来肠粉是早餐，很蛋虾在里面。太好吃，有菜感觉怪怪的，第一次吃有菜的。这个是你们那个虾米的那个是吗？对啊，虾米炸葱的，炸葱跟虾米吧。你喜欢吃炸葱，对啊，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比较好吃。你喜欢炸葱吗？这个好吃啊。我试一下，我不喜欢吃炸葱，试一下。它炸葱是放在里面的还是什么？还是只是上面这一点？里面也有，里面全部是炸葱。试一下，
看到那个深色的都是炸虫，炸虫坐在里面，还有虾米一起，跟我老公喜欢。喜欢吃炸虫跟虾米的人应该很喜欢，吃一口。嗯，好浓的虾米味道，这个虾米味特别浓。对啊。吃过油菜。是旁边的油菜。我的也是，我的就是菜蛋跟肉，菜蛋肉是5块5块半这个，这个一样的味道，只是它里面料不一样。我要辣椒酱甜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菜，你看那个肠粉晶莹剔透，一点点放这里吧，对呀，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那个肠粉真的是晶莹剔透，看到里面菜蛋菜出不来，辣椒酱算了算了，不要了，弄拿那个虾米辣椒吧，虾米的那个才是平时配肠粉的呀。不要了，拿这个才是平时配肠粉的那个辣椒酱，一点点，是他们自己做的吧。还有，不怕它太辣，试一下。对个胶给你们看，Q弹。这个当早餐就不会 heavy 了，因为是蒸出来的。好吃啊！你吃到它辣椒酱不辣？这个不辣，你直接吃这个吧，拿着吃了。中式早餐的精华，哎呦掉了！好吃。你最喜欢这个虾米的了，炸葱。看你都快吃完了炸葱，它很烫，也刚刚蒸完，酱也不少。主要这个不会觉得很 heavy， 有没有感觉？蒸出来的又有蛋，又有菜，又有肉，又有虾，有蛋白质，有纤维，有淀粉。现在乔治妈妈要把这两盘一次过解决，看一下乔治妈妈的食量。很饿耶，你不饿吗？早上。你是要当大胃王吗？吃两盘肠粉就大胃王了，肠粉才多少量？这两个人点两份就可以了，不用点三份那么多。好吃，很好吃啊！我现在有点太饱了，它的量不小，它的盘子也不小，比那个拌外面的猪肠粉量要多一点。刚刚吃了19块4，我吃到很撑，人均10块钱呗。它这边还有卖粥跟蒸饭。走啦，从这个乡间小路出来了，回家睡觉。哇，吃得好饱，给你们看我肚子。哇，我的肚子在这里。好吃吗，乔治爸爸？好看啊，不错。你有吃过这个味道吗？以前没有，没有试过有菜的。没有试过，我也是第一次吃。菜在里面有点很神奇的感觉，不过很健康了。走啦。